于董洁老眼纷飞的潘粤明近日被搜狐视频发现现身某酒店大门口，一身年轻打扮的他看上去正太范十足，嘻哈棒球帽、蓝色牛仔衣、条纹 T 恤、宽松哈伦裤，外加一双小清新的高帮帆布鞋，一身减龄装是不是为了调整一下前阵子跌到谷底的形象呢？从步出酒店的一刻开始，潘粤明就开始煲起了电话粥，或伫立路口，或坐在路边，或不自觉地在原地来回打转，丝毫没有短时间要结束谈话的意思。潘粤明一路打电话到自己的座驾旁，神情非常严肃，表情也很专注，随后登上座驾，独自驾车来到 SOHO， 抵达目的地后，已有一位和潘粤明打扮很相似的友人在此等候。潘粤明下车后，该位友人迅速登上座驾，潘粤明也细心地为友人比划着开车路线，动作专业又到位。待友人离去后，潘粤明又开始煲起电话粥，看来潘粤明最近要处理的事情还真不少啊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